作曲家张云飞将二胡、坠胡、板胡、梆子、唢呐、笛子等地域特色浓郁的乐器巧妙地融入到音乐伴奏之中，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青年歌剧演员王传亮将美声与民族唱法的技巧融合之后演绎的《大槐树村第一书》。雪歌剧《马向阳·想象记》中，观众们看到了山东语剧旋律、中国民族唱法和西洋歌剧音乐的融合，还看到了京剧演员丁小军从青衣花旦到歌剧演员的跨界和转型。丁小军饰演的大槐树村村主任李云芳用《你是我的福星高照》、《做人就要将心比心》等唱的，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兄妹情以及他们对故乡土地的事情通过音乐和表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潮。天接了我的眼泪日记，这些天接了我的眼泪日记，激动的我不知说什么，激动的我不知说什么。文化奖评委、中国歌曲研究会主席、作曲家王祖阶透露，在第十六届文化奖的评选过程当中，歌剧舞剧作品的竞争相当激烈。在采访中，王祖阶分别用一句话概括了几部获得文化大奖的歌剧舞剧作品。非常荣幸啊，能够来担任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评委。那么这个祖阶对他来说是艺术的盛会，对于群众来说是人民的节日，对于我们评委来说也是艺术的盛宴。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头啊，我们欣赏到各省各直辖市选送上来的14台非常精美的舞剧和歌剧作品。那么这次呢，这个我在歌剧舞剧组，也就音乐舞蹈组当评委。这次呢，这个音乐舞蹈组强势，既有这些年最优秀的啊这个舞剧作品，也有我们入选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的很多优秀剧目，所以竞争相当激烈。歌剧舞剧啊，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比如民族剧《马上下乡记》，是聚焦扶贫主题，非常接地气，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当代现实主义的乡村喜歌剧。如果说是这个舞剧《永不消失颠簸》，我要概括的话，是建国题材迭代舞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是讲这个民族舞剧《天路》的话，是一部感天动地的民族团结奋斗史诗。如果说是那个居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话，我用一句话就是说，他用非常新颖独特的手法和舞蹈语汇赞扬了民族小英雄。这里是中国大舞台，今晚为您准备播出的是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闭幕汇报演出。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获得文化大奖的舞剧《天路》。